好朋友都问我为什么要到罗马来学音乐，而不是维也纳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甄琳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决定让你陪我玩一天。你可以做朋友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男朋友。果然是秘密钢琴哎，老板，这幅画怎么卖啊？那幅画女生是谁啊？借我看一下。啊，这幅画你不能碰。为什么那幅画对你那么重要？你不会懂的。许愿池，我们就交给你决定了。